啊，我觉得这场比赛确实很难预料，看看辽宁队能不能在主场啊占到些许的优势吧。林俊杰这边打得非常强硬，吊球的机会，啊，直接选择空间，哇、哦，91-87，三节战罢。广厦是在这节完成了逆转，林俊杰关键时刻奉献了三分和助攻。漂亮，林志坚，助攻啊，闪躲。两杯要下，为二十三号队员祝贺杯，下把一次掌声送给林志坚。非常可怕。但林志杰也来得相当的快，再来了一下，换成左手的勾射。田牧待在场上时间其实并不会非常的长。田磊外线，哦！田磊连拿六分，三个罚球，再加上这个 field goal， 田磊连拿六分，中华队现在追上来了。可以说这个赛季获得的戏份比较少。外线林志杰，哦，漂亮这个球，哇，是3+1吧？如果是3+1的话，这个球林志杰真的是敢投啊！果然，是3+1。哈德森这个球在背后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。球发了出来，这边看起来交给了志杰，也没有打得很快啊。面对韩德君。志杰要三分球，罚了，投中了，4.9秒钟。哦，哇，这个球，这球果然有他偶像科比的风采啊！你看他这个进攻动作，冷静的晃起了韩德君，然后在下一个防守人过来之前，干拔三分。这个球，说实话，辽宁队防守其实做的没有问题，就是林志杰的个人能力。甚至60分以下，我们的胜率就会非常非常高。阿拉许得分。林志杰来个大转身，球进 N1。哇，他一转身呢，全场的球迷都非常的兴奋，因为林志杰在广厦这几年已经在中国培养出相当多死忠的球迷。是林志杰，其实他攻击的手段非常多，不止他的三分，包括大家熟悉的切入到禁区一个360度的转身，像这样的一个动作，其实他在 SBL 球场上跟 CBL 球场上已经让大家知道的野兽，他就是有这样的能力、这样的本领，把真的整个中华队带到胜利的境界。林志杰大转身，两次的大转身找篮筐，这是经典代表了。